下来了啊。哎呀，这么硬，掉了、啊，哎呀，对，我就说了，这像对，就像那个，对，对，就像那种过。但是它其实没有那么干了，是吧？对，它都运过来了，都干。哎，啥点水吗？一会儿了，一会儿又一气儿，先又一气儿，先一杯水儿，一气儿。开始了，绑上点儿，老实点儿啊！因为我们没有架子，只能把它绑到柱子上啊。先写个表，咱不能接着下不了的。好，这叫这音儿。说长个啥的？底下有石头啊？没有石头。没有石头，就是踢的印儿。哎呀，又不敢踢，硬，不是硬，这石头啊，这脚那石头啊。这石头，下来了啊！哎呀！好厚啊！多大呀？厚了，跟这家蛋里有味儿，不着问题。响声不用摸响声。给那这个碗呀，闻它臭，吃它香，炒豆腐榴莲一样。上点水。这锥子有血了。
管抻，管抻，这家伙费劲，都大天了。这个快，这家伙快多哈！这家伙，这家伙，两天就下来了。哎呀，这家伙，哎呀，就是这家里啊，拖大哈。哎呀，来这一块来，这一道下来啊，张师傅。好，下来了。还练那调的啊，就这调啊，就这调。哎，掉了吧，掉了，掉了吧，练一下啊！哎，下来了，哎，哎这俩力都，哎呦，有淤血啊，淤血，这力都碎的，就跟那个嘛一样的。哎呀，那这个有血的，这贴太厚了啊，厚厚这么厚。看切过来的小姐啊，看这个模样，还没修底呢啊，现在下面修底了啊。憋了好些年了，憋的，憋成这样啊，都烂了，你看，又烂又臭。啊，这个臭不臭？臭不臭？机器？戴口罩都闻着了。不过呀，这是胶好。呀，拿回去把我那黄瓜给浇浇。对，我叫铁大黄瓜，不臭了。哎，你们闻的这味儿是不像不像香椿味儿啊？你家香椿这味儿啊？那点臭椿壳这个成了香椿味道了。感应感应，哎呀，又香了一下，又香了一下，不行，哎呀，把柴子烤了，吃就多了，这就长出来了，是吧？是啊，嘎嘣香啊！是吗？不知道，一会儿再看。啊，这个硬，啊。这看了吧，看了。